不是说要出门，怎么还有时间看我换衣服？放心，我哪儿也不会去。今天的时间都属于你。我知道四秒后，你还会像现在一样看向我。再问我一次，要不要和你尝试新的游戏？在我面前的你总是对什么都很好奇，想法却很好猜。就像是此刻，你的表情已经告诉我，你正在制造一场惊心动魄的意外之喜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你最擅长的是打破时间的秩序。时间的碎片在你的手中重组，变成有温度的故事。于是每一个你望向我的瞬息，也渐渐成为我计量时间的尺度。在那之后，我不再去听钟表行走的声音，而是寻找每一个你呼唤我名字的时刻。这是一种不会有尽头的找寻，就像是时间或者永恒的生命。可我发现自己期待着它的延续，在这条新的长路上，再无荒芜和别离，只有日复一日，一个人想要和另一个人变得密不可分。